现在到了大峡谷国家公园啦。大峡谷今天下雨，就是我去套了。这边的树也蛮漂亮的。哦，非常的远，是大峡谷。这个石头蛮漂亮的。从这边照好像又是一番的景色。小心再拍一次哈，再拍一次。谁船谁到？这边有这样的地方，很漂亮。谁船谁到啊？哦，开始试一下哦。来，我帮你们拍。不上，不要开过去。底下也有那个很漂亮的。这边的树也是漂亮的。哦。晚上吃墨西哥餐，有鸡肉啊，对啊。20GB 的 WiFi， 大概是1万。味道呢？还有方便感，还可以那么大。晚上吃的墨西哥餐呢，就是这一家了。哦，量太大，吃不完。那就是游客中心的了。就是这一栋，就是住在这一家了，这一家，叫做旅馆，哦，这里有羽毛。另外一边是有人头，有那个霓虹灯，还蛮漂亮的。